台中市近年来发展快速，各项建设与土地改革开发均快速进行，政府积极推动与民众息息相关建设台中的各项政策。今天节目团队来到台中，将带着各位一起来探索台中市的新样貌。地震业务经纬万端，不仅与市民财产权益息息相关，也是所有市政建设之重要基础。台中市政府地震局之重要性居功爵位，近年来除了带动地方建设发展，并秉持以民为尊的理念，提升惠民服务品质与效能。地震局主要的业务管理的就是跟民众财产权益相关的，跟不动产有关的买卖、登记、测量等等，这些业务都跟我们有关系。区段征收是地震核心业务之一，台中市政府近年来推动区段征收业务，首重人权保障，尊重在地声音，在财务可行的前提下，努力朝向将底价地比例提高到50%，成功达到多赢局面。区段征收其实是我们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在执行这落实都市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台中市这几年来推动的区段征收其实数量不少，台中市政府对于区段征收的作业很用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地主都能够配到土地，选地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做到完全的透明跟资讯的公开。乌张复都新计划是近年来台中市政府重要的都市计划之一，在高铁、台铁及即将建设完成的捷运三铁共构下，乌日将会成为台湾物流与国际会展之中枢。台中市政府即将要推动的一个新的区段征收案呢，就是在我们的乌日前竹地区，它刚好是一个前竹里，所以我们就叫它乌日前竹的区段征收。台中市现在其实在今年的七月已经要升为全台第二大城市，人口是不断的移进来，除了自己生的之外，移进来的人也很多。在整个乌张复都新里面呢，这边都是未来吸引人口进来所需要的一些住宅的用地。前竹区段征收将作为新市区建设加速新辟市竹之公共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再加上临近乌日的汉溪长期以来逢雨便遭水患，配合此次区段征收，以期达到改善水患并创造优质居住生活环境。这里有一条汉溪排水，过去经常是会淹水的地方，这透过截弯取直，未来的河道会变这个样子。那整个这个区内的土地的黄色大部分就是住宅区，我们希望是比较好的一个乐活的居住环境，所以规划就是比较是中低密度的住宅。希望这透过这个前竹区段征收的开发案，能够达到不仅能够改善这个汉溪排水，加强它的整治功能，同时对于未来整个乌日生活圈的这个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我们推动这个前竹区段征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区段征收如果能够有开发完成，对我们地方带来最大的一个效益，就是第一个汉溪这个淹水的地区能够改善，第二个这个开发完成以后，我们这个汉溪河道的地也可以还给私有地主。那么第三，我们这一些耕作了将近100年的这些农户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才有可以盖房子的土地。台中市政府以透明、公正、创新、耐心作为区段征收开发业务核心，希望透过创新措施重新赋予区段征收新面貌。我们现在做了两个案子，水南智慧城以及北屯捷运机场这两个区段征收案，可以讲说地主配完地之后，我们的满意度调查都是超过99%。我想这也是非常感谢地主朋友们很肯定台中市的作为。台中市以人本、永续、活力作为发展的愿景，透过健全的地籍管理与活化土地资源的策略开发，期望将台中打造成世纪级的创新城市与生活首都。